妹妹，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吗？我们要去公园散步了哦。来来来，你看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妈妈推你哦。推我们推。要顺便去跑步。哇，这边天气很好呢，你是不是热？很热的样子啊。你热晕了吗？看你一脸厌世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到公园喽，妹妹啊，我们到公园喽，你看，公园好大哦，来，你已经开喝了哦，你上好车好好好，吗？那我们等一下散步一下哦，来，看公园，好，不是这样子喝，这个妹妹要用手手啊。你太懒惰呢。来，手手拿着，自己拿，帮你垫着是不是？好，帮你垫着喽，自己拿好哦，好，好水棒水喝水哦。水，热天要多喝水哦。好，那我们去公园晃晃喽，走喽。妹妹啊，你知道我们在哪里了吗？我们在雷梦湖了。不过你怎么走一下就睡着了呢？你看。这是雷梦湖，好大一片，里面还有鸭鸭哦，你看，鸭鸭。不过你好像睡得很舒服呢。好吧，那我们再走一下就回家了哦。咪咪啊，你睡醒了哦，我们都绕完一圈要回家了耶，你现在才睡醒。你都没有看到风景。对啊，你没有看到湖里面有鸭鸭呢，一比鸭鸭。好啦，我们回家洗澡吃饭的哦。